这瞎子上开的坏蛋。不妙，我操啊 shit motherfucker。没事没事啊，送两个，就跟我的斗地主一样，先送一点，不着急。这暴女有点难受，我只能说，在这儿浪费时间，养急了，坏了，这啥情况？我们中路单杀了。这怎么办？哇，对面很挺给面子的。他们这个 AD 好凶啊，出来出来就直接上来，哎呦我吃钩都不怕的，他是完全吃钩的那种，都不走位的。结果我们有点呢，还是把他秒了，他低估了我们的伤害。我靠，这还让换一个啊？是不是有人 K 头没用技能？我靠，就让他换了一个。谢谢在泉水也能送的一个超票枪，谢谢你。我怎么4-1了？我没看错吧？瞎个6级。我靠，没怼到墙，不然他死了。哇，好可惜，可惜。哎，我操，这是什么？真的卢锡安扫不过对面假的卢锡安，你看得懂？哈哈。天哪，这种好难受啊。他也死了 ，ADA 错了一下，不过他肯定死了。我操！我30，这30多个刀，哼，稳住了。哎，这我没办法，说实话。不过这波好像能杀 AD 辅助没技能，我 R 闪现。哇操！哎，怎么感觉这个宝石的晕这么猛啊？有兄弟送，搞他！哇，真的难受！我这局被打得好难受，对面这 AD 送我们都收不住。
不是，瞎子怎么伤害也这么高啊？哎，我刚是不是应该先把河蟹 A 了呀？但这样子我就少 A 他三环了，我有点怕。有灯吗？助理快走啊！我会不会这是不是被我敲死了吧？我操，没闪。死，我对面好凶啊，我站塔下，两个人闪现过来弄我。哦，我射的好痛啊！有这个锤石的这个饥渴的先驱，我这波打了2800块，很恐怖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概念。我这波直接走来下路，他肯定不知道。你们觉得我打得过他吗？不会有人觉得我打不过他吧？我操！哇，兄弟们，这宝石给他一个，这个也伤害太高了。哇，这盲僧送了。哇，哎 ，AD 这波刚用的闪呀，谁打的 AD 多 F 啊？刚用的。哇，这 AD 好他妈肉啊，哥们儿！来了来了，中路抱团，皇城 PK 5v5。被晕住了，有问题这，快走，别被一波了，兄弟。
这次没闪。暴击 OK。暴击就一下 A 死了，不暴击就还少一下。声控游戏懂不懂？细节不？站到了最后 ，AD 辅助没闪，可以，下波我死不了了。哇，他们这波好凶啊，少了个盲僧，如果有盲僧我们真打不过这波团。他们 AD 辅助有闪的时候我们打团是真打不过他们，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好打。我靠，六神装风暴聚集加绝对专注的维恩，这个维恩没有什么装备比这种维恩还变态，兄弟们，绝对专注加风暴聚集，我点的332的攻击力， A 谁不是一下1300一下，我操，我这鞋子里面换个三项算了，换不到了，我们再输一波团就要被一波了，再换的换个锤子，我操，回避一波吧，没兵线还好，对面四楼没兵线，没兵线，哇，我们都先，哎呀，我早上不理他了，兄弟们被埋伏了，他们俩在这等我，哎呀，我难受了，哇，这波是真的大失误，我们四个人在这边站着了，真的，哎，我不应该理他了，不过不理他我们这波小龙也没了，这波被对面埋伏到了，我操，别被一波，别被我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啊，一波了，GG，可惜了，唉，可惜，哇，我这个装备我他妈一波还没射就死了，我操，真的难受啊！算了算了，都尽力了，这局前期一点时间很大的，尽力了，尽力了都。哎，有点难受，最后一波最猛的时候没操作，挺离谱的。